重要警政方面的消息，关心的是该管警局进行着专案扫毒，在三月二十号到四月一号，总共七天，查获毒品犯罪五十一件，逮捕五十三个人。该管警局各分局和刑警大队扫动毒品，在分林嘉义、台南查毒品，总共查获贩卖毒品四件四人，使用持有三十九件四十一人，持有三四级毒品采发八件八人，总共查获各类毒品221.94公克。嘉义水上分局警方在三月二十号暗时在太保市北港路拿走到21岁酷盛男子持有28包的咖啡包，其中21包用咖啡粉混掺 K 他命和一粒棉，另外57包是 K 他命。哦，咖啡粉啊、哦、三种，哦，普通的咖啡粉还有一粒棉 K 他命三种混合剂嘛哈、哦，啊，这是成粉末状。酷盛男子坦承家己是个别服用来造成，并无承认来贩售。嘉义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方昌明指出，这款的咖啡包混合型毒品是用咖啡粉加上各类毒品，有不少人士用来在夜店请单身的女子饮用，饮了之后真肯得心地不清，最后被捡尸迷奸。因为药物混合使用相当危险，曾经发生一件的少年人开趴服用，最后暴毙的案例。细心考察，方嘉义县采访报道。